湖南卫视华人春晚将于大年初一登陆电视荧幕，目前正忙着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录制的李健也现身华人春晚现场，带来了一首经典歌曲《想念》。当你心事我梦里想着，只为了能再见一面，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。录制当晚，李健身穿一件蓝色皮衣，搭配一条简易的运动裤，显得格外低调又亲民。因为参加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第三季，李健的人气迅速飙升。在录制现场，李健空灵婉转的歌声也让现场观众们如同置身歌手现场，听得如痴如醉。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。芒果捞新闻为李健的清明风点赞报道。